佛学词典名相术语依照原始网站网页档名00001HTM-05915HTM 排序。诃罗罗巴含地狱之一。制度论说，诃婆婆、诃罗罗，此三地狱，寒风尽颤，口不能开，因其呼声而以名狱。咒怨唱法语，咒怨唱法语以愿求施主或是先王福利。咒梵语陀罗尼，华意为咒，即佛菩萨从禅定中所发出来的秘密语。咒心咒语的精要，心就是精要的意思。和光皆物，和光即和其光同其尘的意思，指与尘俗人共处时要有谦和明智的态度。皆物即待人皆物的意思，亦即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和和二圣，清朝雍正帝封天台寒山大士为和圣，拾得大士为和圣。和和性在因果中，原众和和名为和和性。和和海域僧众和和为一，好像海水普遍一味。和和众见和和僧条，和和僧比丘三人以上集在一处，持同戒，行同道，名和和僧。若有人以手段使他们分离，便叫做破和和僧，为五逆罪之一。和和僧比丘三人以上集在一处，持同戒，行同道，名和和僧。若有人以手段使他们分离，便叫做破和和僧，为五逆罪之一。和尚无师的意思，僧徒对其亲教师的尊称。河南稽首净化度我等意思。和香丸玉和种种之香末味一丸，以喻一法之中具有无量的佛法。和众和和的僧众，周遍含容观华严宗法界三观之一。见三观条，三观指天台宗三观，即空观、假观、中观。空观是观诸法原生无性，当体即空；假观是观诸法虽同幻化，但有假相合作用；中观是观诸法非空亦非假，亦空亦假之中道实理。修此三观，能破三惑，证三智，成三德。兹列下表说明，指华严宗三观，即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真空观是观一切法界的事相，皆以空为性，为此空不是无的空，乃是真独的理性，超然而离诸相。理事无碍观是观真独的理性能生万法，故万法也就是真如，犹如水即是波，波也就是水一样。周遍含容观是观诸法互相含摄，重重无尽，不相妨碍，亦可摄多，多亦含一，大小不容，举一全收，具足而相应。指南山三观，即性空观、相空观、为实观。性空观是观诸法原生性空，相空观是观诸法的相皆空无虚妄，为实观是观诸法为实所现。指慈恩三观，即有观、空观、中观。有观是观依他缘成之二性未有，空观是观遍计之一性未空，中观是观诸法以遍计性之故非有，以依他缘成之故非空，即是非有非空之中道。
和敬六和敬，和僧和和的僧众，周遍法界为法身的功德充满于无边的法界，命浊五浊之一，见五浊条，五浊命浊，众生浊，烦恼浊，见浊，劫浊。命浊是众生因烦恼从疾，心生焦悴，寿命短促。众生浊是世人每多必恶，心生不敬，不达义理。烦恼浊是世人贪于爱欲，甜怒震斗，虚狂不已。见浊是世人知见不正，不奉正道，一说纷纭，莫衷一是。劫浊是生当末世，饥馑及一刀兵等相继而起，生灵涂炭，永无宁日。命命鸟又名生生鸟、共命鸟及共命之鸟，是一种一生两头的鸟类。命者十六神我之一，夜叉华一劫及鬼，这种鬼能够在天空中飞行。夜叉罗刹、夜叉与罗刹，夜叉华亦为劫疾鬼，罗刹华亦为报恶鬼，都是恶鬼之名。始是菩萨的意义。夜魔、夜魔天，华亦十分，为欲界六天中之第三天名。夜魔奴迦阎魔王的世界，始觉三觉之一。见三觉条，三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是使自己觉悟，但要断尽三界内的见思惑和三界外的尘沙无明惑，才能算是达到自觉的地位。觉他是将自己所觉悟的真理传播给别人，使他人也觉悟。觉行圆满为所觉悟的程度已经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本觉、始觉、究竟觉。本觉是一切众生本来就有的自信清净心。始觉是本觉被无明蒙蔽之后，又开始渐除无明，渐习妄心，恢复其固有的本觉。究竟觉是终极彻底的觉悟，也就是佛的觉悟。孤起即十二分教之一。孤独地狱又名孤地狱，此种地狱不同于八寒八热等地狱都有固定的地方，而是随着个人的别业，孤独地处在虚空或是山野之中。孤独园给孤独园的简称，见给孤独园条，给孤独园给孤独长者买指陀太子的园林给佛讲经说法，故其原名为给孤独园。宗因欲因名之三支，见三支条，三支参见，三支比量。三支比量即宗、因、欲，为因明学，佛教的论理学所讲，是在与人辩论理法时用的。在辩论理法时，先立出自己的宗义，再用因来说明自己所以要立此宗的原因或理由，然后再拿大家所共同承认的事物来做譬喻，来证明自己的立论不错。宗风一宗的风化，宗门专讲禅宗的法门，其他法门像天台宗、净土宗、法相宗都叫教门。宗门禅禅宗所传的禅法，宗派宗教的支派，定心住于一境而不散乱。宗成各宗所弘扬的宗义和教典，宗密人名又称微风法师，为华严宗之第五祖。宗去宗旨和去向，
定力禅定的力量能破除一切的乱想，为五力之一。定光佛名，见定光佛条，定光佛燃灯佛。释迦佛在因为时曾买五朵花奉献给此佛，因而获得未来成佛的级别。定水玉，定心湛然，犹如止水。定光佛燃灯佛，释迦佛在因为时曾买五朵花奉献给此佛，因而获得未来成佛的级别。定共戒二戒之一，见二戒条，二戒性戒和遮戒。性戒是本性就是戒，不待佛制，谁犯了就有罪，如杀盗淫妄等戒事。遮戒是禁戒，佛禁止不许做，如饮酒等戒事。邪戒和正戒，邪戒即外道所持的牛戒、狗戒等戒，正戒即佛教的五戒、八戒等戒。定共戒和道共戒，定共戒是入定的时候，自然能够收服身心，防止一切的恶法。道共戒是见了道之后，自然不会再犯戒。这二种戒都是在修定修道之中的，不是受的。定性圆觉法相宗所立五种性之一，见五性条。五性法相宗将一切众生的根基分为五类，叫做五性。一，有可修成阿罗汉果的无漏种子者，名定性声闻。二，有可修成辟支佛的无漏种子者，名定性圆觉。三，有可修成佛果的无漏种子者，名定性菩萨。四，兼有以上二种或三种的无漏种子，则将来所证之位欲缘成熟，并不一定证何种果者，名不定性。五，并无以上三成的无漏种子，但有可修成人天果的有漏种子者，名为无性。定性指只有声闻或缘觉或菩萨之一种种子的众生，如果兼具二种或三种之种子的众生，则叫做不定性。如果完全没有三圣之无漏种子，而只有人天之有漏种子的众生，又叫做无种性。定性二圣，定性声闻与定性缘觉。定性喜乐第三戒九的之一，即色戒之第二禅天，因此的天人住于殊胜美妙的禅定之中，因而生起心时的喜乐，故名。定性声闻法相宗所立五种性之一，见五性条。五性法相宗将一切众生的根基分为五类，叫做五性。一，有可修成阿罗汉果的无漏种子者，名定性声闻。二，有可修成辟支佛的无漏种子者，名定性圆觉。三，有可修成佛果的无漏种子者，名定性菩萨。四，兼有以上二种或三种的无漏种子，则将来所证之位欲缘成熟，并不一定证何种果者，名不定性。五，并无以上三成的无漏种子，但有可修成人天果的有漏种子者，名为无性。定根禅定能生一切的功德，故名根，为五根之一。定门定慧二门之一，见二门条。二门流转门和海涅门，一切众生造业受生死，叫做流转。行者修道正涅槃，
叫做海涅。圣道门和净土门，行人在此娑婆世界理解佛法，先断惑而后正果，名圣道门。若依弥陀愿力往生极乐世界的不退转，直至成佛，名净土门。福德门和智慧门，在六度中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五度是福德门。般若一度，也就是明白诸法实相是智慧门。悲门和智门，悲门是诸佛菩萨利他的德行，智门是诸佛菩萨自利的德行。行部门和圆融门，行部门又名次第行部门，为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的满后方至佛的次序立然。圆融门又名圆融相摄门，为一位中即摄一切前后诸位，所以一位满皆至佛地。定香常住不变的行香，入定的相状，定义在差别的因果中互为差别而不相混乱，叫做定义。定散定者禅定，心常住于一境；散者散乱，心常攀援于六尘之境。定智禅定与智慧，定答非常肯定的答案为四种问答之一。定业一定受报的业，定业有善恶两种，善的定业定受乐果，恶的定业定受苦果。定聚三聚之一，定慧禅定与智慧亦即三学中之二学。收摄散乱的心意未定，观察照了一切的事理未会。定学禅定之学为三学之一，定慧二圣以定慧二重法来配于无人的左右手，左手为定手，右手为慧手。居士居家学佛之事，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往来八千反梵往经说，释迦佛来我们此世界度化众生，已经来去八千次了。往相二回向之一，见二回向条，往还一五种那一之一，往还二回向，往相回向与还相回向，见二回向条。二回向名述净土真宗为众生之往乡还乡，为弥陀之本愿力所回向也。往还二回向配于四愿，往向大行第十七愿，往乡回向往向大信第十八愿，往乡正果第十一愿，还乡回向还乡正果第二十二愿。 From 佛学大辞典。彼岸梵语波罗华意为彼岸，此岸指生灭，彼岸指不生不灭的涅槃。念思念奉诵念佛有三种，即称名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称名念佛是口中称念佛的名号，观想念佛是在静坐之中观念佛的相好功德，实相念佛是观佛的法身非有非空中道实相的道理。念佛术语念佛有总别之分，就总言之有三种，一称名念佛，口称佛名也。二观想念佛，静坐而观念佛之相好功德也。三实相念佛，观佛之法身非有非空中道实相之理也。
此与往生药及配对定散有相无相，而为四种。一定业念佛，即上之观想念佛也。二散业念佛，即上之称名念佛也。三有相念佛，即上之定业念佛与散业念佛也。四无相念佛，即上之实相念佛也。以上所述，乃定散事有相理无相之四者。此中有相念佛即定散之二者，故言其体则谓定散与实相之三种。故就总之念佛而论，念佛之言虽通于定散事理，然净土门所劝者乃属于散业之称名，是之念佛也。其次就别言之，乃对于观佛而别立念佛之言也。此时于观佛之中，设观想与实相之二种念佛，因之称名念佛，单名之曰念佛。如观佛三昧，念佛三昧之对称是也。念佛专取称名者，乃净土门一家之弘范，于念身是一知事而知之。今念佛之言虽通于诸佛，而诸大乘之说独限于阿弥陀佛也。往生要及下末曰：您寻常念香者，此有多种，大分为四：一定业，为坐禅入定观佛；二散业，为行住坐卧散心念佛；三有相业，为或观相好，或念名号，偏厌秽土，专求净土；四无相业，为虽称念佛心求净土，而观身土即毕竟空，如幻如梦，即体而空，虽空而有非有非空，通达此无二，真入第一义空，是名无相业。观无量寿经曰：若念佛者，当知此人是人中分陀利华。楞严经五曰：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起信论曰：以专意念佛因缘，随愿得生他方佛土。往生要集中本曰：往生之业，念佛为本。From佛学大辞典，念力五力之一，念天六念之一，念死八念之一，念佛回向念佛完毕之后所唱的回向文，就是《观无量寿经》所记载的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的十六个字。念佛三昧，念佛时念到一心不乱的境界。念佛往生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的第十八愿，见四十八愿条。念佛宗净土宗的别名。念佛回向念佛的人，将所修的功德回向于净土，或是回向给亡者。念佛之后所唱的回向文，念佛往生一心一意的念佛，于命中时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佛观五庭心观之一，见五庭心观条。五庭心观能使五种过失停止于心的观法，以及声闻成人在最初入道时所修的五种观法。一、不净观，是观察一切根深器界皆属不净，以停止贪欲。二、慈悲观，是观察一切众生痛苦可怜之相，以停止甜秽。三、因缘观，是观察一切法皆从因缘生，前因后果历历分明，以停止愚痴。
四、念佛观是观察佛身相好，功德庄严，以停止业障。五、数息观是观察呼吸出入之香，每一出入皆按数字一致时，以停止散乱。念戒六念之一，念定正念与正定，念念连续不断的意念，念念无常二无常之一，见二无常条，二无常念念无常和相续无常，念念无常是说一切有为法都是念念生灭而不停住，相续无常是说相续之法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还是要归于坏灭，如人命的死亡及灯火的熄灭式。念法六念之一，念持意念和受持，念施六念之一，念根五根之一，念珠念佛时所使用的计数珠，念处所观念之处，以及以智慧去观察的境界，念无灭十八部共法之一，念无失十八部共法之一，念僧六念之一，念诵意念口诵佛的洪名或是经咒，愤怒愤恨甜怒，愤结愤恨的心打成两结，很难消解。愤即愤怒，遇不顺一时，轻则愤怒骂人，重则发生打人等不良行为，为二十随烦恼之一。性实体之意，性分诸法差别的自性，性心又名心性，心性本来不二，不过有真妄、动静、昏迷的不同。性就是本性，也就是未动心前的心，它譬如水，心就是心念，也叫妄心、幻心，包括各种感受、印象、思维、认识等思想现象，它譬如波。水与波同是湿性，本来不异，但波是动香，水是静香，波动则昏乱，水清则越现，这样水与波又是不一，所以心与性是不一不异。性的通叫识的之一，见识的条，识的指声闻尘识的，即受三规地、性地、性法地、内凡夫地、学性界地、八人地、须陀环地、斯陀含地、阿那含地、阿罗汉地，指缘觉成实的，即苦行具足地、自觉甚深十二因缘地、觉了四圣地地、甚深立智地、九圣道地、观了法界虚空界众生界地、正寂灭地、六通地、彻和密地、其想见佛地，指菩萨成实的，即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即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此时地是菩萨五十二位修行中的第五个十位，在此时的见开佛眼，成一切种智，已属圣位。指佛成实的，即甚深难知广明智慧地、清净自分威严不思议明德地、善明日状实相海藏地、精妙金光宫诸神通智德地、大轮威藏明德地、虚空内清净无垢严光开相地、广胜法界藏明界地、普觉智藏能净无垢边无碍智通地、无边德庄严回向能照明地、毗卢舍那智海藏地。信佛法信佛，亦即三身中之法身。信戒二戒之一，见二戒条。
二界性界和遮界，性界是本性就是界，不待佛智，谁犯了就有罪，如杀盗淫妄等戒事。遮戒是禁戒，佛禁止不许做，如饮酒等戒事。邪戒和正戒，邪戒即外道所持的牛戒、狗戒等戒，正戒即佛教的五戒、八戒等戒。定供戒和道供戒，定供戒是入定的时候，自然能够收服身心，防止一切的恶法。道供戒是见了道之后，自然不会再犯戒。这二种戒都是在修定修道之中的的，不是受的。性我本性之大我，去除了凡夫的妄我，才能归入于如来的性我。性具又名体具或理具，就是从本以来就有的意思。性宗法性宗的简称，即破万法之相而显万法空寂的真性的宗派，如华严五教中的顿圆，天台四教中的别圆，八宗中的三论宗等都是。性空为众缘合成的一切事物，其性本空，没有真实的自体可得。性空较南山三教之一，见三教条。三教佛教、道教、儒教，指南山三教，即性空教、相空教、唯识缘教。说诸法性空无我的道理的，名性空教，此设一切小乘教。说诸法本相是空，为众生妄见未有的，名相空教，此设一切大乘浅教。说诸法外尘本无，实际上为有实的，名为实缘教，此设一切大乘身教。以上三教是律宗所判的教相，指天台三教，即顿教、见教、不定教。见天台三教条，三十教的简称，见三十教条。三十教法相宗将世尊一生所说的经教判为三十。第一，世尊成道之初，一切外道凡夫执着使我，故在四阿含经中未说五蕴法，说明我乃是五蕴等法假合。若加分析，则但有法而无我，是谓我空法有论，属小乘有教，又名出教。第二，二圣行人初闻有教，虽解我空，上执法有，佛为除彼等法执故，说诸不般若经，显示一切法皆无自性，豁然大空，是谓我法二空论，属大乘空教。第三，佛恐行人闻空教后复起空执，一味执空，如此则无法可修，无佛道可成，落入断灭空。于是又说解生义等经，演为十三性等教，开示尽无实有，远成实性，非是断灭，令误入中道实相，是谓尽空心有论，属大乘中道教。性空观南山三观之一，是小乘的观法，观察因缘生的一切法，其性本空。性相性就是诸法永恒不变的本性，相就是诸法显现于外可资分别的形相。无为法为性，有为法为相。性相二宗法性宗与法相宗，见二宗条。性相亦如为理性和事相融通无碍而体用不二。性海欲真如的理性深广如海，性恶本性所具的恶，
性相学性是诸法的本性，相是形相一理。俱舍与陈时宗宣说小乘的性相，瑜伽为时等宗宣说大乘的性相。学习上述诸论叫做性相学，也叫做法相学。性罪二罪之一，见二罪条。二罪性罪和遮罪，性罪是本性，就是罪恶，如杀、盗、淫、妄，不待佛制，谁犯了就会得到罪报。遮罪是遮止的罪，如酒的本质不是恶，但是佛禁止不许饮，谁饮了就会得到毁犯佛制戒的罪。性德本性之德，所作身口意所动的造作，所知依阿赖耶识的别名，因它是变一元三性所知法之所依，故名性遮性罪与遮罪，性戒与遮戒，所知障二障之一，见二障条，所遍计所普遍嫉妒的法，所愿原是攀缘的意思，心时所攀缘的境界叫做所愿。所愿原四缘之一，见四缘条。四缘因缘等无见缘，所愿缘增上缘。因缘是种子与现行相虚其意未生果的原因，等无见缘是前念与后念必须次第相续而起，体用其等而无间断。所愿缘之上缘自是攀缘之意，心时未能愿，境界未所愿，心心所法障尽方生，即见相二分，具起未缘。增上缘是位于此法，增强其利用，使其得生。在这四缘中，色法的升起但需因缘及增上缘，心法的升起则需四缘具足。所藏阿赖耶三藏之一，见阿赖耶条。阿赖耶心十名，八十中的第八十，华意为藏十。藏自有三意，即能藏、所藏、执藏。能藏为阿赖耶识，能含藏一切法的善恶种子。所藏为阿赖耶识，为前七十熏习的杂染法所覆藏。执藏为阿赖耶识，为第七十所执为自内我。又亦作无眉，即含藏诸法种子而不眉失，又虽在生死而不眉失，故名无眉。招提四方的意思，如四方之僧为招提僧，四方僧之施物为招提僧物，四方僧的住处为招提住处，为太武造寺，以招提名之，由是招提便成为寺院的别名。披剃披起僧衣和剃法，指出出家做僧尼。披坦披是把袈裟盖着两肩，坦是露出右肩。拔木鸟食王经所说的二种鸟之一，二鸟是无常鸟和拔木鸟。无常鸟是杜鹃，拔木鸟是乌鸦。拔舌地狱造作口业的人所堕落的地狱，拔苦就拔众生的痛苦。拈花是众大梵天王问佛觉已经说，梵王至灵山，以金色波罗花现佛，请佛说法。世尊拈花是众，并不说法。一时百万人天皆不解其意，独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佛因传以涅槃妙心为禅宗的起源。居师那居师那拉城是世尊入灭的地方。
居那目尼佛名，见居那含目尼条，居那含目尼简称居那含，华义经记是过去七佛中的第五尊佛名。居那含目尼简称居那含，华义经记是过去七佛中的第五尊佛名。居留孙佛又作具留孙佛、鸠楼孙佛、居留勤等，华义为所应断以断业类成就美妙等，是过去七佛中的第四尊佛名。居摩罗天又作鸠摩罗伽天，华义为童子天，因此天主不但是出禅天的梵王，而且其颜面犹如童子，故名。居卢北居卢州的简称，见四州条。四州东甚深州，南善固州，西牛霍州，北距卢州。东甚深州其状如半月形，其人身形甚固，名甚深州。南善固州其状上大下小，月如无人之面，亦称南阎浮提。阎浮即善故树，此州有此树故名。无人的世界即在此州。犀牛霍州其状周圆，其地多牛，以牛为霍邑，故名牛霍。北距卢州其状方正，此州人寿皆千岁，衣食自然，唯无佛法，故列为八难之一。放生是放被激进的生物，放光佛用神通力来发放光明。大凡佛的种种放光都对众生有利，放光也有各处的不同，如足底放光是利益地狱道的众生，膝盖放光是利益畜生道的众生，小腹放光是利益恶鬼道的众生，肚脐放光是利益修罗道的众生，胸口放光是利益人道的众生，肩上放光是利益天道的众生，口里放光是利益小乘的众生，眉间放光是利益大乘的众生，肉际放光是利益上乘的根基，或是召集大菩萨，或是观十方诸佛之顶。放光动的佛要说深妙的经典时，通常先发放光明和震动大地，一行道二道之一，见二道条。二道难行道和一行道，凡依经教在此土积累功勋，断惑证真，修因得果者，皆属难行道舍。凡依念佛法门往生净土，于彼国中仗佛威神，终成正觉者，皆属一行道舍。有漏道和无漏道，漏是烦恼的别名，有漏道就是带有烦恼不清净的道法，加三圣行人在见到真理以前所修的一切行法事。无漏道是无烦恼及清净的道法，如三圣行人在见到真理以后而顺着真理起修的一切行法事。放逸放纵心思，任性妄为，明智慧的别名，真言陀罗尼的别名。明心见性，明心是发现自己的真心，见性是见到自己本来的真性。明月摩尼其光芒如明月般皎洁的摩尼宝珠，明王密宗诸尊的称号如不动明王室。明代表智慧，为化度恶神恶鬼，有的现愤怒生香，以智慧力摧伏魔障。明行足佛十号之一，见十号条。十号佛有十种的尊号，即
一，如来成如实之道来成正觉。二，应供应受人天的供养。三，正遍知真正遍知一切法。四，明行足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等三明与圣行半行天行婴儿行并行等五行悉皆具足。五，善事自在好去入于涅槃。六，世间解能了解一切世间的事理。七，无上士至高无上之事。八，调御丈夫能调御修正道的大丈夫。九，天人师佛是一切天人的导师。十，佛世尊佛是一切世人所共同尊重的人。 From 佛学常见词汇。十号术语杰出诸说上皆有万名众生见顿则减为千名如地势之千名众生迷昧则减为百名众生更愚则减为今之而十名。天竺俗法有十名天上立根上有百名大日如来天上成道故应之而立百八号世尊于人界成道故亦应之而立十号。其十号者一如来梵约多陀阿伽陀 TTH 百分之 JT 成实论未成如实之道而来而成正觉故名如来。又大论为佛如自安稳之道而来此佛亦如是而来故名如来。二应供梵约阿罗呵 RHT 应于人天之供养故名应供。三正遍知梵约三藐三佛陀 SMYKSN 百分之哦正遍知一切之法故名正遍知。四明行足梵约丙多数罗那三班那 B 百分之 RNS 百分之 N 百分之 PMN 三明之行具足故名明行足。五善事梵约修加陀瑟又曰好去好去以一切智慧大车行八正道而入涅槃故名善事。六世间解梵约路加贝 LVI 能解世间之有情非情事故名世间解。七无上士梵约阿耨多罗那在诸法中如涅槃无上在一切众生中佛亦无上故名无上士。八调御丈夫梵约富楼沙坦藐婆罗提 Purus My S 百分之的佛某时以柔软语某时以苦切语能调御丈夫使入善道故名调御丈夫。九天人师梵约舍多提婆摩沙南 S 斜线百分之 ST 百分之 AUS Y 百分之 N 百分之 N 百分之佛为人及天之导师能教示其应作不应作故名天人师。十佛世尊梵约佛陀路加那他 LN 百分之 TH 佛陀一言之者或觉者世尊者为世尊重之意。然而此中分佛与世尊则为十一号为成实论等和无上士与调御丈夫为一号故至世尊正为十号。盖以具前之九号为世尊重故名世尊也。又大论别开此二者至佛正为十号世尊别为尊号。盖具上十号之德故称为世尊也。梵约薄加梵 HGN 百分之 N 者即是。见制度论与指经书。
上相是于各相。From 佛学大词典，明的菩萨十地中第三发光的别名。见识的条，识的指声闻成识的，即受三归地、性地、性法地、内凡夫地、学性界地、八人地、须陀环地、斯陀含地、阿那含地、阿罗汉地。指缘觉成识的，即苦行具足地、自觉甚深十二因缘地、觉了四圣地地、甚深立智地、九圣道地、观了法界虚空界众生界地、正寂灭地、六通地、彻和密地、其想见佛地。指菩萨成实的，即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即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此时地是菩萨五十二位修行中的第五个十位，在此时的见开佛眼，成一切种智，已属圣位。指佛成实的，即甚深难知广明智慧地、清净自分威严不思议明德地、善明日状实相海藏地、精妙金光宫诸神通智德地、大轮威藏明德地、虚空内清净无垢严光开相地、广胜法界藏明界地、普觉智藏能净无垢边无碍智通地、无边德庄严回向能照明地、毗卢舍那智海藏地。明的萨朵指四善根位中晚位的圣人，因此位的圣人的明的定，故明。明处学习而生智慧之处，即五明。见五明条。五明古印度的五种学术，即语文学的声明、工艺学的工巧明、医药学的医方明、论理学的因明、宗教学的内明。明达明是指三明，达是指三达。在阿罗汉叫做三明，在佛则叫做三达。明是明了的意思，达是通达的意思。明会三明与三会。东土九祖指天台宗在中国的相承，吉隆树、慧文、慧思、智义、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东山法门指五祖的法门，因五祖弘忍禅师住在其州黄梅县之黄梅山，其山在县之东部，因而叫做东山。东方净琉璃一王药师如来，一王即药师，其国名叫净琉璃，在东方。名脱脱离愚痴叫做明，离开贪爱叫做脱。东台二密、东密与台密为日本密教的二大派别，此二密不同的地方是东密以大日如来为本位，台密以释迦如来为本位。东胜深州四大州之一。见四州条。四州东胜深州，南善固州，西牛霍州，北俱泸州。东胜深州其状如半月形，其人身形甚固，名胜深州。南善固州其状上大下小，月如无人之面，亦称南阎浮提，阎浮即善部树，此州有此树故名。无人的世界即在此州。西牛霍州其状周圆，其地多牛，以牛为霍邑，故名牛霍。北俱泸州其状方正，此州人寿皆千岁，衣食自然，唯无佛法，故列位八难之一。果人果上的人有三种，即佛、辟支佛、阿罗汉。
果分对因分而言，因分是尚在修因之位，果分时已达到果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果的所证之果的地位。三成的果的各有不同，声闻成就有四果的分别。果由前因而生的后果，由道立而证悟的果位。果位人已经证的果位的人，如阿罗汉、菩萨、佛等事。果位所证之果的地位。果果果中之至果，即无上大般涅槃。果能变为十宗的术语，对因能变而言，八十种子各生八十之现行，名因能变。这由种子而生的八十，于现行时，又必从自时的自体分，变现见相二分，名果能变。果报由于过去的业因造成现在的结果，叫做果。又因为这果是过去的业因所照感的酬报，所以又叫做报。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果报的意义。果报土天台四土之一，见四土条。四土又名四佛土，即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凡圣同居土是凡夫与为了化度众生而现身说法的圣人共同居住的国土。方便有余土是二圣与没有证得法身的菩萨所住的国土。十报庄严土是佛的报身与地上菩萨所住的国土。常寂光土是从佛的清净法身所示寂的国土。四土名数台家所立之四种佛土也。一凡圣同居土，人天凡夫及声闻缘觉等圣者同居之国土也。此有净慧二种，如娑婆世界是同居之慧土，如西方极乐是同居之净土。二方便有余土，断见思烦恼出离三界生死之人之深处也。是为修小乘方便道断见思惑之人之深处，故名方便。尘沙无明之惑未尽，故曰有余。又为七方便人之所居，故名方便土。七方便人者，即藏教声闻缘觉二人，藏教中菩萨三十四心断结成道，于菩萨之位，四位断惑，随而不生彼土，故除之。通教声缘菩三人，别教菩萨一人，原教菩萨一人之人种类也。又此土称为变异土，变化同居土之一身，而亦以方便土之一身，故名变异土。又其后变此方便土之一身，而亦以十报土之一身，故名变异土。然而生于此方便土者有五人：一须陀洹，二斯陀含，三阿那含，四阿罗汉。前三果思惑未尽，不能生方便土，故昔为阿罗汉，但从本位立名，于一阿罗汉之上举四果之别也，五辟之佛。文具六所谓五人断通或者同生其土，皆为菩萨，五人即之四果之佛是也。此五人生于方便土，如其次第今八六四二万十千劫而发菩提心，涅槃经之说也。又未有九人生于方便土，藏教声缘二人，通教声缘菩三人，别教三人，原教一人也。别教三人者，
至别教之菩萨第六住，断见思之烦恼，故六住以上者，生于方便土，此一人也，与十行十回向共为三人。原教一人者，原教实性谓之六根净，以断见思烦恼故，报命净，故生于方便土。观经妙宗钞上所谓九种行人何生彼土是也。三十报无障碍土，方便土为正空理人之果报土，此上更有正一分中道之理之人之果报土，行真实之法，感得胜报，色心不相妨，故名十报无障碍土。纯为菩萨之居，无有凡夫二圣，别教十的以上原教十住以上之菩萨是也。四常寂光土，常有法身，本在常住之体也，寂者解脱，一切诸相永寂也。光者般若，照诸相之智慧也。此三德不纵不横，名曰秘密藏，是乃诸佛如来之所依所居，故谓之常寂光土。常寂光土有相无相二义，一寂光土为理。净明经书亦曰：寂光土者，妙觉极致所照，如如法界之理，名之为国。但大乘法性即是真实智性，不同二圣偏真之理。法华玄义七曰：寂光理通，如镜如气，诸土别异，如相如假，业力所隔感见不同。是如理者为如智之所依，故名曰土，非别有能依所依生土之别相，此一义也。二一元教之极义，三千诸法宛然本有，是乃真佛真土，常寂光之名，依之而立，此元教之实义也。见净明经书义等。 From 佛学大辞典。果即法身与法性身同义，果号成正觉之后的佛名，果满果上的功德圆满。心地观经说，因缘果满成正觉，果得果上的功德，如涅槃之常乐我净四得是。果复被生死苦果所缚而不能解脱的意思。阿罗汉虽断烦恼，但未入灭，名子复已断，果复犹存，若已灭度，入无余涅槃，便是连果腹也断了。果腹断把生死的苦果断除，也就是进入涅槃的意思。知末无明，从根本无明所生的随烦恼，果断修行人只把烦恼断除叫做子断，若连果报的身体也断，即叫做果断。知末法轮三转法轮之一。僧尼环术语又作尼曰般尼环同涅槃。 From 佛学大辞典。尼环即涅槃，又名涅度，是灭尽烦恼和度脱生死的意思。 From 佛学常见词汇。般尼环术语 Pre-RV-N与般涅槃同，入灭也。 From 佛学大辞典。波旬六欲天魔王的名字，波斯匿古印度舍卫国国王的名字，波罗木叉华意味别解脱，是戒律的别名，因受戒能使身口意恶业别别解脱。波罗夷戒律中的极重罪，华意断头，欲如断头，不能再生。又亦作气，为气之余外；又亦不共住，
为不能入僧树。又亦退眉，为其退失道果。又亦堕落，为堕落于阿鼻地狱。犯此罪者，不明比丘，不明沙门，非释迦子。比丘犯沙道夷大妄语四戒，叫作四波罗夷。波罗蜜华亦到彼岸，行者乘大行之船，由生死苦恼的此岸渡到涅槃安乐的彼岸，叫做到彼岸。法指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事物不论大的小的，有形的或是无形的，都叫做法。不过有形的是叫做色法，无形的是叫做心法。法入十二度之一，即意识所缘的境界。法力佛法的力量，法化正法的教化，法王子大菩萨的尊称，因大菩萨是出生于法王之家，而且能够传承佛法。法王子住菩萨十住位之第九，法印佛法的印器，有三法印与四法印，这些法即是佛法的准则，不合于法印者，即非佛法。法名出家僧或是皈依佛教时，师父所赐给的名字。法成佛称法王，则菩萨便是法成。法一三一的通称，法周玉佛法好像周子一样，能度人出离生死的苦海。法为真如的别名，因真如是诸法安住之位。法住诸法住于其位，如如不动。法忍对佛所说的法性受不疑。见三忍条。三忍无量寿经说，往生极乐的人，听到七宝树林的声音，便得三种之忍，即一音响忍，就树林的声音而物非有而有的真理；二柔顺忍，心柔至顺，对实相的道理很信顺；三无生法忍，安住于无生的法理而不动心，只为时论所说的三忍，即耐怨害忍、安受苦忍、地察法忍。三忍名数，三忍有三种。无量寿经第四十八愿，举声闻者得三法忍之愿，而言第一法忍、第二法忍、第三法忍，未举其法忍之名，因是而诸师之解不同。法为云是人王经所说五忍之前三者，即福忍、信忍、顺忍也。景星云是福忍中之下中上三忍也。玄义曰是下说之音响忍、柔顺忍、无生忍也。又无量寿经云往生极乐之人闻七宝树林之音声而得三种之忍。亦因响忍，由因响而误解真理者；二柔顺忍，会心柔软，能随顺真理者；三无生法忍，正无生之实性而离诸相者，是悟道之至极也。见无量寿经超五。又善导所说之三忍，一喜忍，念弥陀佛而生欢喜心者；二悟忍，念弥陀佛而悟解真理者；三信忍，念弥陀佛而住于正信者。善导解观经中，为提西夫人所得之无生法忍为此三忍。观经续分一二曰：因此喜故集的无生之忍，一名喜忍，一名悟忍，一名信忍。净土文类行卷曰：庆喜一念相应后，与为提等或三忍。
又三种之忍波罗蜜也，一耐怨害忍，能耐忍有情怨敌之恼害者；二安受苦忍，能安受非情寒热等之苦楚者；三地察法忍，又云无生法忍，不起忍等。地观真理而安住于无生之理者，前二者为耐忍之忍，后一者为信忍之忍。四稍易然决定而不动心之意则同。唯识论九曰：忍有三种，为耐怨害忍，安受苦忍，地察法忍。 From 佛学大辞典。法我二我之一，即法执。法佛法生佛。法我见二种我见之一，如指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称为法我见。法见执着一法而是此非他。法生佛三生之一，又名自性生或法性生，即诸佛所证的真如法性之身。法身大士见法身菩萨条。法身舍利指佛所说的妙法，指佛所说的经典，指佛所说的实相中道之理。法身本有，法身本来就在一切众生的心中的意思。法身如来，法身佛。法身有相依诸经一般的说法，法身是无相的，但依天台圆教的极义，则说法身绝非无相，而是法性的理体具有依正色心，相相宛然。一个人若三惑就近清净了，则本性常住之色心便会显现，而一正之二法亦会就近清净。法华经方便品说，是法住法为世间相常住，同提婆品说为妙净法身，具相三十二。法身佛，佛三身之一。法身菩萨又名法身大士，为二种菩萨之一。见二种菩萨条。二种菩萨居家菩萨和出家菩萨。生死肉身菩萨和法性生身菩萨。生死肉身菩萨是过业未断，有分断生死的凡夫菩萨。法性生身菩萨是以证无生法性，脱离分断生死，但还受不思议变异生死的菩萨。法身流转，法身流转于五道，此法身系指随缘真如而言。经说法身流转五道，名曰众生。法身无相，诸佛的法身毫无虚妄之相。法身塔安置法身设立的塔。法身观观佛法身的观法。法如玉，佛法如乳，能够常养人们的慧命。法典说正法的经典。法命法身的慧命，指僧人的寿命。法味妙法的滋味，即咀嚼妙法而心生快乐。法性诸法的本性，这种诸法的本性，在有情方面叫做佛性，在无情方面即叫做法性。法性也就是实相、真如、法界、涅槃的别名。法性土三土之一，即法性身所住的国土。法性术语又名实相真如、法界、涅槃等，亦名同体也。性之为眼体也，不改也。真如为万法之体，在染在净在有情数在非情数，其性不改不变，故曰法性。此法性小乘多不言之，大乘诸家则甚论之。
其论有四家之不同。第一，法相慈恩家，言法性为三性中之元成实性，是一的起性，一切有为万法之所依也，为法所依之本体，故名法性。此万法与法性有为无为，毕竟隔别，以不许法性随缘之意也。第二，三论家祥家，不许比缘成实性之实有，以真空为法性，法性即真空之一名也。诸法之性为真空，真空即妙有，妙有之性即真空，是即法性也。第三，华严贤首家，为真如有不变随缘之二义，以随缘之义变造一切诸法，虽变造而有保真如不变，例如水变未波，有不变水之性也。如是真如随缘变造万法，故称真如曰法性。然此法性之真如，纯善无垢，更无染分之性，但所变之法有染净之别者，有缘有染净也。第四，天台智者家，为法性故具染净，谓之性善性恶，因性具善恶而生染净之诸法也。六波罗蜜经曰，众生无定性，犹如水上波，愿的智慧风吹入法性海。华严经深须弥山品曰，法性本空寂，无取亦无见。制度论三十二曰，法性者如前说，各法空，同谓一空，是谓法性。又曰，法性者，法名涅槃，不可坏，不可细论，名本分种。如黄石中有金性，白石中有银性，如是一切世间法中皆有涅槃性。唯识数记二本曰，性者体也，诸法真理故名法性。同九末曰，性者体义，一切法体故名法性。嘉祥法华书五曰，法性即是实相，三圣得道莫不由之。大乘一章一曰，言法性者，自体名法，法之体性，故云法性。著维摩经二曰，照曰，如法性实际，此三空同一时耳。起性论义记上曰，法性者，名是真体普遍义。中略，通与一切法为性，即显真如变与染净，通情非情深广之意。止观义曰，法性自天而然，即不能染，苦不能恼，道不能通，灭不能尽，如云龙月，不能妨害，却烦恼矣，乃见法性。又曰，法性名为实相，尚非二圣境界，况复凡夫。同五曰，问一念具实法界，未作念具未任运具。答，法性自耳，非作所成，如一为成具实方分。圆觉经曰，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菩萨处胎经曰，法性如大海，不说有是非，凡夫贤圣人平等无高下，唯在心垢灭，取正如反照。 From 佛学大辞典，法性诸法的本性，这种诸法的本性，在有情方面叫做佛性，在无情方面即叫做法性。法性也就是实相、真如、法界、涅槃的别名。 From 佛学常见词汇，法性生生二种菩萨身之一。
五众法身之一。法性深深菩萨只在十圣位以证无生法性，舍三界生死，受不思议变异生死身的菩萨。法性身简称法身，佛三身之一。法性法身二法身之一。见二法身条。二法身经光明经所说的理法身和智法身。理法身者，诸佛与众生同具的本觉理性，在众生为无明所隐没，在诸佛则为始觉之智而显现。智法身者，始觉之智究竟与本觉之理契合。菩萨因《末经》所说的果即法身和应化法身。果即法身就是法性法身，应化法身就是方便法身。因《末经》所说的自性法身与应化法身，自性法身就是真身，应化法身就是应身。谈鸾所立的法性法身和方便法身，法性法身是证得法性理体之佛的真身，设在三身中之法身与报身中。方便法身即是由法性法身而示现的种种方便化益众生的应化身。圆照所立的理法身和事法身，理法身就是如来所证的真理，事法身就是戒定慧等五分功德法。法性海，法性深广不可测量如海。法性空，诸法的自性本空。法性真如，法性与真如。法性与真如是同体一名。法性常乐，法性是涅槃的别名。涅槃有常乐我净的四德，所以叫做法性常乐。法性随缘又名真如随缘。法性有不变与随缘二种。法性之体，随染缘而生流转的因果，随净愿而生还灭的因果，这种情形叫做法性随缘。法服又名法衣，为三衣的总称。法空智观，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的智慧。法空诸法缘起性空，为二空或三空之一。缘起性空是说宇宙间一切万法都是缘起的，缘起的诸法其性本空，无真实的自体可得。菩萨得此法空智慧，就能破除法执，法门生天台，救佛生利色生，法门生实相生等三种生。见三生条。三身法身、报身、应身。法身又名自性身或法性身，即常住不灭、人人本具的真性。不过我们众生迷而不显，佛是觉而证得了。报身是由佛的智慧功德所成的，有自受用报身和他受用报身的分别。自受用报身是佛自己受用内证法乐之身，他受用报身是佛为实的菩萨说法而变现的身。应身又名应化身或变化身，即应众生之机缘而变现出来的佛身。法空观，二空观之一，即观色、物质、心、精神等诸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自性本空，无作者，无受者，这是大乘菩萨的观慧。法门，佛所说的法，因是众生超凡入圣的门户，故称法门。法侣，僧侣，法师三师之一，即以自己所闻之的佛法去向别人演说。
法流正法相续不断，如水长流。法界法者诸法，界者分界，诸法各有自体，而分界不同，故称法界。法者诸法，界者边际之意，穷极诸法的边际，故称法界。法者诸法，界者性之意，诸法在外相上虽千差万别，但皆同一性，故称法界。一一之法，法而圆融，具足一切诸法，故称法界。法界三昧未修法界观，得法界定，透彻一真法界的玄理。法界三观华严宗所立，即真空觉相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见三观条。三观指天台宗三观，即空观、假观、中观。空观是观诸法原生无性，当体即空；假观是观诸法虽同幻化，但有假相合作用；中观是观诸法非空亦非假，亦空亦假之中道实理。修此三观，能破三惑，证三智，成三德。兹列下表说明：修三观，破三惑，证三智，成三德。身修空观，破见思惑，证一切智，成般若德菩。此修假观，破尘沙惑，证道种智，成解脱得题。凡修中观，破无明惑，证一切种智，成法身得也。脑盘指华严宗三观，即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真空观是观一切法界的事相，皆以空为性，唯此空不是无的空，乃是真如的理性，超然而离诸相。理事无碍观是观真如的理性能生万法，故万法也就是真如，犹如水即是波，波也就是水一样。周遍含容观是观诸法互相含摄，重重无尽，不相妨碍，亦可摄多，多亦含一，大小互容，举一全收，具足而相应。指南山三观，即性空观、相空观、唯识观。性空观是观诸法原生性空，相空观是观诸法的相皆空无虚妄，唯识观是观诸法唯识所现。指慈恩三观，即有观、空观、中观。有观是观依他缘成之二性未有，空观是观遍际之一性未空，中观是观诸法以遍际性之故非有，以依他缘成之故非空，即是非有非空之中道。法界佛华严经所说十种佛之一。佛证悟了一真法界的大智慧后，其大光明遍照于一切法界，故称法界佛。法界身周遍于法界的身体，亦即佛三身中之法身。法界性简称法界或法性。法界亦即法性。法界无碍智华严经所说十种智之一，即证入法界无碍理的智慧。法界圆融，法界的一切法都是互相融通的意思。法界实相，法界与实相，法界与实相是同体一名。法界缘起四种缘起之一，见四种缘起条。四种缘起，万法缘起，有四种不同的见解。小乘教主张业感缘起，说一切万法都是由于业力的感应而生起。大乘始教主张阿赖耶缘起，
说阿赖耶识含藏万法的种子，一切根生器界皆由其生起。大乘宗教主张真如缘起，说由于真如随缘才会生出万法来。一乘原教则主张法界缘起，说遍法界的一切事物，有味无味、色心依正、过现未来，都尽成一大缘起。法相诸法显现于外个别不同的相。法要佛法的要义，亦即简约而殊要的法义。法相宗大乘八宗之一，因是穷明万法性相之宗，故名法相宗。又因一为实论，明万法为实之理，故又名为实宗。法因说法的声音，法界观正入华严经所说的法界的观法，即一真法界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客观。法下与法那同意，法时以法为食，常养慧命。如法的食物，佛法对于食物有法制，依着法制的食叫做法食。法食十四食食之一，三世诸佛都是以五食为食，过了五食即非食食。法师精通三藏佛法，以法自师，复以法师人的出家人。法座法师坐了说法的位子。法恩指四恩中的三宝恩。法愿由听闻佛法或是由思维佛法而产生的喜悦。法财欲佛法能利润众生，好像财宝一样。法堂演说大法的厅堂。法执执着一切法为实有，为二执之一。法眼菩萨之眼，能够清楚地见到一切法妙有的道理，为五眼之一。法眼镜术语分明见真谛，谓之法眼镜。通于大小乘言之，小乘位于出果见四真谛之理，大乘位于出得的无生法忍。增益阿含经亦曰，三万天人的法眼镜。无量寿经下曰，的清净法眼。维摩经佛国品曰，远程离垢的法眼镜。代经会远书曰，见四真谛明镜法眼。著维摩经仪照曰，法眼道须陀环道也，始见道基，故得法眼名。同嘉祥书曰，云法眼镜者，小乘亦法眼，大乘亦法眼。小乘法眼即出果见四谛法名法眼，大乘法眼出的真无生法故云法眼。 From 佛学大辞典。法传喻佛法能使人乐脱生死，好像船能渡人过生死海而到涅槃的彼岸。法处十二处之一，即一根所对的境界。法处所设色在十二处中，为法处所设属的色法，名法处所设色。有五种，以及略色，即分析五根五尘等有值的实色，令之至极真者。二，即回色，分析虚空、青、黄等无值的显色，令之至极少者，因至难见，故名即回。三，受所引色，即无表色，是依受戒一事而引发于身中之色，故名受所引色。又因外表上看不见，故亦名无表色。四，遍计所起色，遍计一切法的意识前所显现之五根五境等影像事，乃至空花水月等，皆为此所摄。五，
定所生自在色，只由禅定力所变起的色身香味等境。法喜闻法之后，心生欢喜。法喜十二十之一，见二十条。二十正命时和邪命时，正命时是比丘按照佛制，以起时来滋养色身，清净严命。邪命时是比丘不依佛制，以四邪或五邪之法来求取活命。法喜时和禅悦时，法喜时是听了佛法，心中欢喜，善根增长，滋养慧命。禅悦时是修禅的定，心生愉悦，安乐自在。法报法身与报身，见三身条。三身法身、报身、应身。法身又名自性身，或法性身，即常住不灭、人人本具的真性。不过我们众生迷而不显，佛是觉而证得了。报身是由佛的智慧功德所成的，有自受用报身和他受用报身的分别。自受用报身是佛自己受用内证法乐之身，他受用报身是佛为识的菩萨说法而变现的身。应身又名应化身或变化身，即应众生之机缘而变现出来的佛身。法报应法身、报身、应身，见三身条。三身法身、报身、应身。法身又名自性身或法性身，即常住不灭、人人本具的真性。不过我们众生迷而不显，佛是觉而证得了。报身是由佛的智慧功德所成的，有自受用报身和他受用报身的分别。自受用报身是佛自己受用内证法乐之身，他受用报身是佛为识的菩萨说法而变现的身。应身又名应化身或变化身，即应众生之机缘而变现出来的佛身。法报应化法身、报身、应化身，见三身条。三身法身、报身、应身。法身又名自性身或法性身，即常住不灭、人人本具的真性。不过我们众生迷而不显，佛是觉而证得了。报身是由佛的智慧功德所成的，有自受用报身和他受用报身的分别。自受用报身是佛自己受用内证法乐之身，他受用报身是佛为识的菩萨说法而变现的身。应身又名应化身或变化身，即应众生之机缘而变现出来的佛身。法治制度论所说十一制之一，即关键欲界苦集灭道四谛法的无漏制。法无我见，二无我条，二无我人，无我和法无我。人无我是了解五蕴假和合之意，知道人无常一的我体可得。法无我是了解诸法因缘生之意，知道诸法皆无实在的体用。法无碍智又名法无碍解，见四无碍解条。四无碍解见四无碍智条。四无碍智又名四无碍解或四无碍变，即法无碍智、意无碍智、慈无碍智、乐说无碍。法无碍智是通达诸法的名字，分别无智。意无碍智是了知一切法之理，通达无碍。慈无碍智是通晓各种言语，能随意演说。乐说无碍是便说法义，
圆融无滞，为众生乐说自在。法华大乘妙法莲华经的简称，法无碍解见四无碍解条，四无碍解见四无碍智条，四无碍智又名四无碍解或四无碍变，即法无碍智、意无碍智、慈无碍智、乐说无碍。法无碍智是通达诸法的名字，分别无智。意无碍智是了知一切法之理，通达无碍。慈无碍智是通晓各种言语，能随意演说。乐说无碍是辩说法义，圆融无滞，为众生乐说自在。法华一时法华经所说的都是一乘真实的教法。法华二妙相对妙与绝对妙。法华八年佛说法华经的时间一共是八年。法华三昧三谛圆融的妙理现前，帐中道的无名止息，摄一切法始归实相，名法华三昧。法华三部，三部法华宗的经典，即佛说无量义经、妙法莲华经、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法华宗即天台宗，因天台宗是以法华经为本经。法华会颂赞法华经的法会，法华忏法天台大师依法华经普贤观经及诸大乘经之意而定六根忏悔之仪式方法，这法华三昧行法又名法华三昧忏仪一卷，由此中超出流行于世者，即法华忏法。法华涅槃十五十之一，法华与涅槃二经同属醍醐昧，故何谓一时。法云：欲佛说法如云，普因一切众生，使得清凉自在。法云的菩萨十地中之第十地名。法云等觉菩萨时的之第十位名法云的，过了法云的就是等觉，过了等觉就是佛的妙觉了。法四继承法系的人，法想思想佛法，法爱指菩萨爱乐善法为二爱之一，法会演讲佛法或是供佛师僧的集会，法灭佛法灭时，以及在末法过后的时期。法尘六尘之一，法尘是一根所缘的境界，一根对前五根所缘的境界，分别好丑而起善恶诸法，是名法尘。无人日常动作虽已过去，而前尘隐士意念不忘，即是法尘的作用。法鼓宣扬佛法，普度众生，好像击鼓使声音普遍听。法华经有极大法鼓和法鼓长鸣的话。法杖欲妙法高耸，如杖之上出。欲佛菩萨说法，能降伏魔君而得胜。法耳天然的、自然的，不带造作的意思。法术法门的数目如三界、五蕴、五位、七十五法、四地、六度、十二因缘等事。法乐以法位为乐，行善积德以自娱。法缘说法普结善缘，说法人的机缘很殊胜。法轮术语佛之说法，能摧破众生之恶，犹如轮王之轮宝，能免摧山岳岩石，故谓之法轮。又佛之说法，不停滞于一人一处，辗转传人，如车轮然，故辟谓法轮。行宗记一上曰：法轮者，摧业惑故。
为摩经佛国品曰：三转法轮于大千，其轮本来常清净。制度论八曰：佛转法轮，或名法轮，或名梵轮。同二十五曰：佛转法轮，如转轮圣王转宝轮。中略：转轮圣王手转宝轮，空中无碍。佛转法轮，一切世间天及人中无碍无遮，其见宝轮者，诸灾恶害皆灭。遇佛法轮，一切邪见疑毁灾害皆悉消灭。王以世轮治四天下，佛以法轮治一切世间天及人。嘉祥法华书二曰：无身正观，体可楷模，故名为法。流眼圆通，不系于一人，故称为轮。又无身正观，无类不摧，亦是轮矣。为摩经会远书曰：名四谛以为法轮，从欲明之。如转轮王所有轮宝，能摧刚强，转下众生，上升虚空。四谛如是，能摧众生恶不善法，转下众生，上入圣道，故以为轮。 From 佛学大辞典。法轮，欲佛所说之法，能够碾碎众生的一切烦恼，好像巨轮能够碾碎一切的岩石和沙粒一样。佛所说之法，辗转传人，好像车轮的旋转，无远弗届。 From 佛学常见词汇。法缘慈悲为破除我之相，而对众生随力随意把苦与乐，生起慈悲的心。法器具有修正佛法的根器，法会诵经时所用的器具。法树，欲佛法能生涅槃的果实，好像果树能生果子一样。法灯，欲正法如明灯，能照破世间的黑暗。法缚，思想被所知所见所束缚，也就是执着于法，与法执同意。法罗，宣扬佛法好像吹罗，声音远扬，广被大众。法藏，比丘，阿弥陀佛在因为于是自在王佛所出家修行菩萨道时的名字。法藏又名佛法藏或如来藏，即法性的道理，因法性含藏无量的性德，故名。人名本康居国人，武后赐号贤首，是华严宗的第三祖。法腊又名夏腊或戒腊，即比丘受戒的年岁。比丘每年下行三月安居，安居完毕就是比丘的岁末，叫做法腊。法药，欲佛法如药，能医治一切众生的病痛。法欲，术语同法藏。诸种之法门蕴积，是曰法蕴。据舍论一曰：所化有情有贪甜等八万行别，为对治彼八万行故，世尊宣说八万法蕴。 From 佛学大辞典。法蕴与法藏同，五蕴之一，见五蕴条。五蕴，蕴是积极的意思，五蕴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色就是一般所说的物质，变爱味意，是地、水、火、风四大种所造。受就是感受、领纳味意，其中包括苦、乐、舍三受。想就是想象，于善恶增爱等境界中，取种种香，做种种想。行就是行为或造作，由意念而行动去造作种种的善恶业。
实就是了别的意思，由实去辨别所愿所对的境界。在此五蕴中，前一种属于物质，后四种属于精神，乃是构成人生的五种要素。法显中国晋朝时的高僧隆安中，自长安西渡流沙，历三十余国，持经南归，至京师，译出百余万言。平阳武阳人，俗姓公。公元五七六年生，六五二年圆寂。法体有位无畏诸法的本体，言经涅盘经的别名，炎热地狱八大地狱之第六，此地狱火随升起，热苦不堪。知见之事与见解，真知灼见。于兰盆华意味道玄，是极苦的意思。直了直下了悟，也就是当下顿悟的意思。直心正直而无产区的心。知法在显教是只能了知各种经典意义的人，在密教是只能了知秘密之事相的人。知苦断即苦是指四圣地中的苦地，即生死的果报，即是指四圣地中的极地，即烦恼的恶业。知苦断即是说知道了生死的痛苦之后，就应该把着急烦恼的恶业断除。知足天都绿天的别名，以及弥勒的净土。知习生十六特圣之一，知习出十六特圣之一，知习长短十六特圣之一，知根摩所谓菩萨四摩所谓之一，即菩萨知道众生的根基，能够对机说法而摩所不畏。知论大智度论的别名，空因缘和合而生的一切事物，究竟而无实体，叫做空，也是假和不实的意思。空一切处又名空处，禅定的名字。空亦显色四大洲的天色不同，北洲金色，东洲银色，南洲碧色，西洲赤色，因为这些颜色是须弥山四方天空所显的颜色，所以叫做空亦显色。空三昧三三昧之一，空大五大之一，因虚空的体性广大，周于一切处。空王佛的别名，因佛空无一切邪执。空王佛佛名，据《法华经》说，世尊与阿难曾经一起在空王佛所发心学道。空有空与有，一切法原生无有实体，叫做空。虽然性空，但有假相，叫做有。空有二宗，在中国佛教的八宗中，俱舍宗是小乘的有宗，乘十宗是小乘的空宗，法相宗是大乘的有宗，三论宗是大乘的空宗。空有二执，又名有无二见，即执着空和执着有的二种见解。空有二观，空观与有观，观无实我实法，叫做空观。此观能破我执，观有因果及涅槃，叫做有观。此观能破空执。空色无形，叫做空，有形叫做色。般若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结四结之一，即此世界坏灭之后，二十中劫间，只有虚空的时期。空即是色空性故空，色性亦空，若物空性平等，则色空不二，故般若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见波无因果的邪见，执着于空的见解。
空宗以空理为宗的派别，如小乘的乘十宗和大乘的三论宗是空定观察空相的禅定，空居天临空而处的天，如欲界的夜魔、兜率、化乐、他化自在等四天，即色界的诸天士，空性依空而显的实性，即真如的别名。空门佛教的总名，因佛教阐扬空的道理，并以空法作为进入涅槃之门，四门之一。见四门条。四门名数，一有门，二空门，三亦有亦空门，四非有非空门也。门者能通之意，依此四者得入真性实相之际，故曰门也。 From 佛学大辞典。四门术语真言于曼陀罗之方位以东南西北次第，配于发心修行菩提涅槃之四法，故东门云发心门，乃至北门云涅槃门。经藏场四门之额，名此四法，即由此出也。又四门者，为常乐我净之四德、大圆净智等之四智也。是清摄论十五曰：莲华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法界真如总有四德，为常乐我净，于众华中最大最胜，故名为王。常为东方大圆净智，又名金刚智，金刚常住不坏，故彼之以莲华之香，香主遍智之德，恒遍十方，数遍三世，是谓常住之意。外四宫中以香味东方，即此意也。乐为南方平等性质，南方自宝布、宝珠与种种之财，人得而乐之，故彼之以莲华可爱之德。我为西方妙观察智，阿弥陀名观自在王如来，我即自在之意，故彼之以莲华柔软之德，敬畏北方城所作智，是家城无住涅槃之理，出于五浊恶世之中，曾不染生死之妄法，故彼之以莲华清净之德。见密藏记钞六。此四门有胎藏金刚之别，胎藏界之坛门称曰金刚门，顶尖化金刚，金刚界之坛门称曰莲华门，化莲华，是金刚位置，以理未能入，胎藏未理，以智未能入之标志也。 From 佛学大辞典。空法观我空法，空有为空、无为空等空理之法，空相诸法皆空的相状，因缘生的一切法无有自性，此即是空的相状。空海虚空与大海，空教说明诸法皆空的道理的教法，指般若经。空假中天台宗所立的三谛与三观，见三谛或三观条。三谛空谛、假谛、中谛。空是说空无自体，假是说但有缘生假相，中是说诸法非空非假，亦空亦假的中道实理。
此三地是天台宗所立。三观指天台宗三观，即空观、假观、中观。空观是观诸法原生无性，当体即空；假观是观诸法虽同幻化，但有假相合作用；中观是观诸法非空亦非假，亦空亦假之中道实理。修此三观，能破三惑，证三智，成三德。兹列下表说明：修三观，破三惑，证三智，成三德。身指华严宗三观，即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真空观是观一切法界的事相，皆以空为性，唯此空不是无的空，乃是真如的理性，超然而离诸相。理事无碍观是观真如的理性能生万法，故万法也就是真如，犹如水即是波，波也就是水一样。周遍含容观是观诸法互相含摄，重重无尽，不相妨碍，亦可摄多，多亦含一，大小互容，举一全收，具足而相应。指南山三观，即性空观、相空观、唯识观。性空观是观诸法原生性空，相空观是观诸法的相皆空无虚妄，唯识观是观诸法唯识所现。指慈恩三观，即有观、空观、中观。有观是观依他缘成之二性未有，空观是观遍计之一性未空，中观是观诸法以遍计性之故非有，以依他缘成之故非空，即是非有非空之中道。空处无色界的一切都没有形色，叫做空处，因共有四处的分别，所以又叫做四空处或四无色处。空处定四无色定之一，厌色缘空而入定，
此定与无边的虚空相应，所以叫做空处定。空无为一切事物都没有自性，空无我一切法缘其性空，无我我所，无我所叫做空，无我见叫做无我，空与无我，空无边处无色界之第一天明，空无边处第三界九的之一，空无边处定修空无边处的禅定。在人间修的这种禅定的人，死后便升到无色界的空无边处去。空华外道，印度的小乘学者诽谤大乘是空华外道，非佛所说。空经指般若部的经典，空解脱门三解脱门之一，见三解脱门条。三解脱门三种进入解脱境界的智门。一、空解脱门，是了达诸法本空，而不着于空。二、无愿解脱门，是了知诸法幻有，而我所愿求。三、无相解脱门，是了知诸法无相，而无不相，入于中道。空会观察空理的智慧，空轮指此世界最底层的虚空轮，空大义叫做空轮。空地天台宗所立三地之一，见三地条。三地空地、假地、中地。空是说空无自体，假是说但有缘生假相，中是说诸法非空非假，亦空亦假的中道实理。此三谛是天台宗所立空观观察诸法皆空的道理。竺法兰中印度人与迦叶摩腾痛来中国弘扬佛法，设立子华义林谷或坚固子，是由修戒定慧之功德结晶而成的。人民建设立浮条，设立浮设立华义为秋度，浮华义为子，因其母之眼似秋度，故被号为设立浮或设立子，亦称生子，为佛十大弟子之一，以智慧第一著称。舍利鸟名，舍利弗母亲的名字，佛的生骨，佛、菩萨、罗汉、高僧等，既后果化，每名皆有舍利，或如珠，或如花，白色为骨舍利，赤色为血肉舍利，黑色为法舍利，也有杂色的，那是综合而成。此是生前依戒定慧熏修而得无量功德所成。若是佛舍利，世间无物能损坏，菩萨以下，其坚度便相应减少。舍利弗舍利华意为秋度，弗华意为子，因其母之眼似秋度，故被号为舍利弗或舍利子，亦称生子，为佛十大弟子之一，以智慧第一著称。舍利塔安置佛舍利的宝塔，舍那大戒梵网经所说的大乘菩萨戒，因是如舍那佛所说的戒法，故名舍为地名，为古印度交萨罗国的都城，华译为好名文，因其国中政教善良，风俗敦厚，且充满许多有德有智的学者，家喻风闻各国，故名。
舍卫国本名焦萨罗，舍卫是都城，今以首都代国名。花六种公物之一，是表示万行成就以庄严佛果。初心初发心学佛，初的菩萨成五十二位中十的的第一地名，见十的条。十的指声闻成十的，即受三归地、性地、性法地、内凡夫地、学性戒地、八人地、须陀环地、斯陀含地、阿那含地、阿罗汉地。指缘觉成十的，即苦行具足地、自觉甚深十二因缘地、觉了四圣地地、甚深立智地、九圣道地、观了法界虚空界众生界地、正寂灭地、六通地、彻和密地、习想见佛地。指菩萨成时的，即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即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此时地是菩萨五十二位修行中的第五个十位，在此时的见开佛眼，成一切种智，已属圣位。指佛成时的，即甚深难知广明智慧地、清净自分威严不思议明德地、善明日状实相海藏地、精妙金光宫诸神通智德地、大轮威藏明德地、虚空内清净无垢严光开香地、广胜法界藏明界地、普觉智藏能净无垢边无碍智通地、无边德庄严回向能照明地、毗卢舍那智海藏地。初位最初的阶位，初住菩萨成五十二位中十住的第一住，见十住条。十住菩萨五十二位修行中第二个十位名十住，因信心既立，能住佛的也。又因发起大心去入妙道，故又名十八趣。一发心住，以真方便假实性之用，远成一心，名发心住。二智的住，以前妙心履已成的，则一切皆智，名智的住。三修行住，心所设之具的明了，便修诸行皆无留碍，名修行住。四声慧住，明气妙理，行与佛同，气分感通，成如来种，名声慧住。五方便具足住，自利利他，方便具足，名方便具足住。六正心住，心念同佛，唯得其正，名正心住。七不退住，身心增长，无有退缺，名不退住。八同真住，
佛知十身灵香，一时具足，如同真之可贵，名同真住。九法王之住，常养圣胎，少龙佛种，堪作法王之子，名法王之住。十灌顶住，菩萨即为佛子，佛以治水灌顶，即表成人，名灌顶住。初果指声闻成四果中的第一预留果，见四果条。四果指声闻成的四种果位，即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初果须陀洹，华意未入流，亦即出入圣人之流。二果斯陀含，华意未一来，亦即修到此果位者，死后升到天上去做一世天人，再升到我们此世界一次，便不再来欲界受生死了。三果阿那含，华意未无孩，亦即修到此果位者，不再生于欲界。四果阿罗汉，华意未无生，亦即修到此果位者，解脱生死，不受后有，未生闻成的最高果位，至阿罗汉。
出果相及欲留相，见四相条。四相须陀洹相、斯陀含相、阿那含相、阿罗汉相。相是正相其果未迈进的意思。见四相四果条。四相四果一，须陀洹相即须陀洹果，须陀洹华亦未入流，即入圣人之流，此谓须断尽三界八十八识见或方能证得。当未断尽时皆未相，以断尽未果。二，斯陀含相即斯陀含果，斯陀含华亦未一来，为其当于欲界的天上人间各来受身一次，此谓断尽三界见或外，须更断欲界思或前六品方能证得。当断一至五品时皆未相，以断尽第六品未果。三，阿那含相即阿那含果，阿那含华亦未不来，未不再来欲界受生死，此谓须断尽三界见或，即欲界九品思或方能证得。当断尽七八品时皆未相，以断尽第九品未果。四，阿罗汉相即阿罗汉果，阿罗汉华亦未杀贼、应功、不生等意，未永入涅槃，不再受分断生死，此谓须断尽三界见或，即欲界九品思或，并色无色界八的七十二品思或，方能证得。未断尽上二界七十二品时皆未相，以断尽则未果。初刹那时一切有情在最初的一刹那，只有第八识。初能变为识，宗说万法为识所变，其能变识有三种，以第八阿赖耶识为初能变，末那识为第二能变，前六识为第三能变。初识教法相宗所立三教之一，见三识教条。三识教法相宗将世尊一生所说的经教判为三识。第一，世尊成道之初，一切外道凡夫执着识我，故在四阿含经中未说五蕴法，说明我乃是五蕴等法假合。若加分析，则但有法而无我，是谓我空法有论，属小乘有教，又名出教。第二，二圣行人初闻有教，虽解我空，尚执法有，佛为除彼等法执故，说诸不般若经，显示一切法皆无自性，阔然大空，是谓我法二空论，属大乘空教。第三，佛恐行人闻空教后复起空执，一味执空，如此则无法可修，无佛道可成，落入断灭空。于是又说解生密等经，演为十三性等教，开示尽无实有，圆成实性，非是断灭，令悟入中道实相，是谓尽空心有论，属大乘中道教。初发心，初发求取菩提的心。初顿华严，华严教是佛最初成道时所说的顿教。初禅，初禅定，初禅天。楞严经说，清净心中诸漏不动，名为初禅。初禅天四禅天中之第一天名，初禅定四禅定中之第一禅名，初禅梵天色界之诸天悉离淫欲而得清净，故名梵天。梵即清净的意思。初欢喜的菩萨时的之第一地，与欢喜的同。表界受戒者登上戒坛，发表其身口意之三业，而真正受的戒法
谓之表戒。此时受戒者体内发德而不表现于三业之戒体，谓之无表戒。表相表现出来的相貌，表相借一个有相的东西来表现一个没有形相的真理。表无表戒，表戒与无表戒，见表戒条。表戒受戒者跟上戒坛，发表其身口意之三业，而真正受的戒法，谓之表戒。此时受戒者体内发德而不表现于三业之戒体，谓之无表戒。表业身口意之三表业，表权二权之一，见二权条。二权名数，一遮权，二表权。遮者显其所非，表者显其所是也。据说是理曰权，如诸经说真如之妙性，为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无因无果，无香无味，非凡非圣，非性非香等，是谓遮权。如云之见觉照临，见光明朗朗昭昭，是谓表权。禅缘诸权三曰，如说言云不但是遮，云前是表。说水云不干是遮，云湿是表。诸教美云绝百非者，皆是遮词。只显一真，方谓表语。空宗专以遮权为宗，性宗则具遮表二门。宗敬录三十四曰，今时人皆谓遮言未深，表言未浅，故为众非心非佛无味无香乃至一切不可得之言，良有旨意遮非之词未妙，不欲亲自证认法体，故如此也。 From 佛学大词典。净住受持八关斋戒，或是住在寺院里不想男女同居生活的人，男的叫做净住男，女的叫做净住女。净住律以指在家男女所受的八戒，净是清净奉事三宝之意。梵语优婆塞即净是男，优婆夷即净是女。净是女梵语叫做优婆夷，即在家清净奉事三宝的女子的通称。净是男梵语叫做优婆塞，即在家清净奉事三宝的男子的通称。净缘三缘之一，金口如来的身相是黄金色，故其口叫做金口。如来的口舌如金刚一般坚固不坏，故名金口。净是律以指优婆塞和优婆夷所应受持的五戒。净缘具足戒的别名，金山玉佛的身体。法华经说身色如金山，端严甚微妙，只须弥山周围的七重金山。金光明忏法又名吉祥忏法，天台大师依金光明经而创之，宋尊是完成之，撰金光明忏法补助一亿卷。金色头陀摩诃迦叶的别名，因他的身体呈现出金色而且有光，在世尊诸弟子中以修头陀第一著称，故被称为金色头陀或影光。金流弥联合的别名，金界金刚界的简称，金胎金刚界与胎藏界。金刚界者表金刚不坏之意，以明智慧坚固不坏，能摧破烦恼，犹如金刚。胎藏界者表如胎藏子之意，以明理体广大，能摄万德，犹如胎藏。
以上经开两部是标志大日如来理智二德的一对大法门，配之于是理因果，则金刚界是事是果，胎藏界是理是因。金刚金刚时，其性坚利，坚固不为他物所坏，利故能损坏他物，故佛经常以之比喻坚利。金刚三昧又名金刚定，见金刚定条。金刚定又名金刚三昧，即菩萨于最后位时，断除最后一切最细微之烦恼而得的禅定。金刚山环绕世界的铁围山、须弥山，金刚手手执金刚杖或金刚杵的菩萨，金刚心菩萨的大心，因菩萨的大心坚固不能坏，好像金刚。金刚心菩萨大乘五十二个阶位中第五十一位的菩萨叫做等觉，意思是此觉已经与佛差不多相等了，此时若回顾第十法云的，已经可以叫做佛，若瞻望佛的则还差一点，所以只叫做金刚心菩萨或无垢的菩萨。金刚身欲佛身坚固，好像金刚不可坏。金刚定又名金刚三昧，即菩萨于最后位时，断除最后一切最细微之烦恼而得的禅定。金刚杵兵器的名称，就是现在寺院里为菩萨手里所拿的东西。金刚沙寺的别名。金刚后心菩萨于最后位，断罪即维系烦恼之定，至用坚力，譬如金刚，叫做金刚定。有入住出三心，入时上居众生位，出时则成佛。当住位完满，降界出定时，名金刚后心。金刚界开显大日如来智德的部门。如来的智慧能破诸惑障，而证实相之理，坚固锐利，有如金刚，故称为金刚界。金刚坐佛乘等正觉时的座位，在摩羯陀国菩提迦耶菩提树下。金刚界五部金刚界为使觉上转之法门，转在迷之九时，成五种之果智，故分类为五部。一、莲华部，众生心中有本有净菩提心清净之理，在六道生死之泥中不染不垢，犹如莲华由泥中出生，不染不垢，故名莲华部。二、金刚部，众生自心之理所，又有本有之智，在生死之泥中经无数劫，不朽不披，能破烦恼，如金刚之九埋泥中不朽不披，故名金刚部。三、佛部，此理智在凡位未显，入果位则理智显现，觉道圆满，故名佛部。四、宝部，佛之万德圆梦中，福德无边，故名宝部。五、结魔部，结魔华义作业，佛为众生而垂悯，承办一切之事业，名结魔部。金刚成真言教的别名。金刚神执金刚神的简称，又名金刚手或金刚力士等，即手执金刚杵以保护佛法的神指。金刚众手执金刚杵的神指众类，亦即金刚神的眷属。金刚顶金刚界诸金诸慧的通名。金刚智欲好像金刚一般坚固的智慧，亦即佛的智慧。人名为南印度光明国人，幼年出家，后受具戒于中印那烂陀寺，广学大小乘，
三藏兼通。31岁，李隆智为师，经7年，于密法魔所不通，常于作法中，感见观自在菩萨现身，证明其学成就，令往东土弘密城，乃航海来华传法。金刚灭定与金刚三昧同意。金刚语言不出声的默诵经文。金刚会通达是相的道理而破除诸相的智慧。金刚轮，金刚的法轮，指密教五轮之一，即金轮。金刚萨埵菩萨名，因执持金刚杵，故又名金刚手菩萨。密宗以大日如来为初祖，此金刚萨埵为第二祖。金刚体好像金刚一般坚固的身体，即佛的身体。金骨佛舍利，金华金波罗华的简称，即是金色的莲花。金莲金刚部与莲花部，亦即胎藏界三部中的二部。长比丘多余的铁，长老年高得少的比丘。长行行数很长的经文，即12分教中的修多罗。长一比丘三一或百一资句以外的一。长是长物的意思。长明灯又名续明灯或无尽灯，即佛前日夜长明的灯。长物多余的东西，如比丘多余的衣钵金银米谷等事。长者年长或分尊的人，尊称有道德的人。常时修四修之一，见四修条。四修净土宗所立。一、恭敬修，又名尊重修，即至心恭敬理念比佛和圣相，无有懈退。二、无余修，即福德和智慧二种资粮，具修而无缺少。三、无间修，即勇猛精进，无有间断。四、常时修，即数十年如一日，到死方修。常养生长养育功德善根。常斋月是以持续一个月斋食的月份，即正月、五月、九月。陀罗尼华意味总持，即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原有四种咒陀罗尼，不过是其中一种，但通常皆以咒为陀罗尼。陀罗尼三昧八无量陀罗尼的禅定名。阿华意味无，又云真空，为众因之母，一切字的种子。阿字七意菩提心，法门无二，法界、法性、自在、法身。阿字不心一切真言之阿字，不于行者之心，叫做心作心，又叫做心不心，简称心心。阿字本不生，阿字亦未无，又云真空，为众因之母，一切字的种子，故即是般若实相的理体，无生无灭。阿字数习观于出入习中观阿字的观法。阿字观真言宗的观法，亦即观念阿字的方法。阿迦陀要名，华义普去，无价无病不死药。阿利耶阿赖耶识，阿含小乘经的总名，华义为法规，是万法规去于此而无漏的意思。又亦作无比法，即无可相比之法。共分为四部，即增益阿含、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阿含15教之一，即佛成道之后12年间在鹿野苑宣讲阿含经的时期。
阿含不属于阿含的部门。阿育王古印度摩羯陀国的国王，华裔为无忧王，于公元前270年间统一全印度，初奉婆罗门教，四其暴行，杀戮兄弟大臣及无数人民，后来改信佛教，成为大护法，心慈悲，施仁政，于国内建84000大寺及84000宝塔，派遣宣教师到四方传法，使佛教发扬于国外。阿那含声闻成四果中的第三果名，华裔为不孩，或是不来，是断尽欲界的烦恼的圣人的通称。凡是修到此果位的圣人，未来当生于色界无色界，不再来欲界受生死，所以叫做不孩。阿那含相小乘四相中的第三相，见四相条。四相须陀环相、斯陀含相、阿那含相、阿罗汉相。相是正向其果位迈进的意思。见四相四果条。四相四果一，须陀环相及须陀环果。须陀环华意味入流，即入圣人之流，此谓须断尽三界88识见或方能证得。当未断尽时皆未相，以断尽未果。二，斯陀含相及斯陀含果。斯陀含华意味一来，为其当于欲界的天上人间各来受身一次，此谓断尽三界见或外，须更断欲界思或前六品，方能证得。当断一至五品时皆未相，以断尽第六品未果。三，阿那含相及阿那含果。阿那含华意未不来，未不再来欲界受生死，此谓须断尽三界见或，即欲界九品思或，方能证得。当断尽七八品时皆未相，以断尽第九品未果。四，阿罗汉相及阿罗汉果。阿罗汉华意为杀贼、应功、不生等意，为永入涅槃，不再受分断生死，此谓须断尽三界见或，即欲界九品思或，并色无色界八的72品思或，方能证得。未断尽上二界72品时皆未相，以断尽则未果。阿那含果见阿那含条。阿那含声闻成四果中的第三果名，华意味不孩，或是不来，是断尽欲界的烦恼的圣人的通称。凡是修到此果位的圣人，未来当生于色界无色界，不再来欲界受生死，所以叫做不孩。阿那律佛十大弟子之一，以天眼第一著称。阿修罗王法华经续品列有四个阿修罗王，即婆智阿修罗王、屈罗谦阿修罗王、毗摩直多阿修罗王、罗阿修罗王。阿修罗六道之一，华意为飞天，因其有天之福而无天之德，似天而非天。又亦作无端，因其容貌很丑陋。又亦作无酒，言其国酿酒不成。性好斗，常与帝师战，国中男丑女美，宫殿在须弥山北，大海之下。阿陀那时阿赖耶识的别名，意味直持，言此时之力能直取维持善恶业因，即有情身体，使不破坏。阿修罗界阿修罗的世界，阿修罗道六道之一，多由田慢，以三个原因而投生。
阿修罗战阿修罗王与帝释的战斗。修罗有美女，无好时，诸天有好时，无美女，于是互相增吉，时常战斗。阿离耶识及阿赖耶识，阿僧只华意味无央数，是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的意思。阿僧只劫华意味无央数劫，劫是计算时代的名词。阿鼻华意味无间，即无间地狱。阿鼻地狱八大地狱之一，又名无间地狱，即是受苦无间断的地狱，也是造极重罪的人死后所堕落的地方。阿摩罗时又作阿莫罗或眼摩罗，华意味无垢，即清净无垢之时，也是九时中的第九时。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智明，华意味无上正等正觉，即是真正平等觉知一切真理的无上智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术语 Nadra Smik Small 百分之 OP 佛智明，就意曰无上正遍知，无上正遍道，真正遍知一切真理之无上智慧也。维摩经佛国品照注曰：阿耨多罗，勤言无上三藐三菩提，勤言正遍知道末之大无上也，其道真正无法不知，正遍知也。净土论注曰：佛所得法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为无，耨多罗为上，三藐为正，三为遍，菩提为道，统而一之，名为无上正遍道。心亦曰无上正等正觉，真正平等觉知一切真理之无上智慧也。法华玄奘二曰：阿云无，耨多罗云上，三云正，藐云等。又三云正，菩提云觉，即是无上正等正觉。智度论八十五曰：为佛一人智慧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From 佛学大辞典。阿耨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简称。阿赖耶心十名，八十中的第八十，华意为藏十。藏字有三义，即能藏、所藏、执藏。能藏为阿赖耶识能含藏一切法的善恶种子，所藏为阿赖耶识为前七时熏习的杂染法所覆藏，执藏为阿赖耶识为第七时所执为自内我，又亦作无眉，即含藏诸法种子而不眉失，又虽在生死而不眉失，故名无眉。僧阿赖耶识八十中之第八十，由如来藏与无明合合而生。参考阿赖耶条。阿赖耶心十名，八十中的第八十，华意为藏十。藏字有三义，即能藏、所藏、执藏。能藏为阿赖耶识能含藏一切法的善恶种子，所藏为阿赖耶识为前七时熏习的杂染法所覆藏，执藏为阿赖耶识为第七时所执为自内我，又亦作无眉，即含藏诸法种子而不眉失，又虽在生死而不眉失，故名无眉。阿弥陀三尊中尊为阿弥陀佛，左为观音菩萨，右为释智菩萨。阿弥陀佛亦意味无量光或无量寿
故亦称为无量寿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三名，阿弥陀佛有三种异名，即无量寿、无量光、甘露。阿弥陀忏法又叫做无量寿忏法，即忏悔罪障、神超境遇的圣法。阿罗汉声闻城中的最高果位名，含有杀贼、无生、应功等意。杀贼是杀尽烦恼之贼，无生是解脱生死不受后有，应功是应受天上人间的供养。阿难陀华义庆喜是白饭王的儿子，提婆达多的弟弟，佛的从弟，生于佛成道之业，后来随佛出家，侍奉佛25年，为佛执事弟子，以多闻第一著称。阿兰若华亦为寂静处，是比丘所居住的寺院的总称。阿兰若行12头陀行之一。阿兰若处华亦为远离处，或空闲处，即远离热闹的空闲处。阿舍是国王名，是佛住世时摩羯陀国的统治者，为太子时听恶有提婆达多的话，忧困父王频皮娑婆。即位后并吞小国，威震四邻，但因害父罪，遍体身疮，至佛所忏悔，痊愈后即皈依世尊，为佛门有力的护法。阿舍离华亦为教授，或鬼犯正行，或越众，即是矫正弟子们行为的比丘。四分律五种的阿舍离，即出家、受戒、教授、受经、医治等。与曼陀罗华由天降下曼陀罗华。阿秉拔智华亦为不退转，是菩萨的皆位名，要经过一大阿僧指节的修行，才能到达此位。与华瑞法华六瑞之第三瑞，世尊将要说《法华经》而入于三昧时，天空中如雨般落下四种的花，叫做雨花瑞。青鬼青色的鬼，在地狱中喝责罪人。青莲梵语优波罗，即青色的莲花，其叶修广，青白分明，好像人的眼睛，所以拿来譬喻佛的眼睛。青莲譬喻梵语优波罗青色之莲华也，其叶修广，青白分明，有大软眼目之香，故取以譬佛之眼。法华妙音品曰：目如广大青莲华也。维摩经佛国品曰：目净修广如青莲。注：照曰，天竺有青莲华，其叶修而广，青白分明，有大人目相，故以为喻也。 From 佛学大词典。青莲华见青莲条。青莲梵语优波罗，即青色的莲花，其叶修广，青白分明，好像人的眼睛，所以拿来譬喻佛的眼睛。青莲梵语优波罗，即青色的莲花，其叶修广，青白分明，好像人的眼睛，所以拿来譬喻佛的眼睛。青莲譬喻梵语优波罗青色之莲华也，其叶修广，青白分明，有大软眼目之香，故取以譬佛之眼。法华妙音品曰：目如广大青莲华也。维摩经佛国品曰：目净修广如青莲。注：照曰，天竺有青莲华，其叶修而广，青白分明，有大人目相，故以为喻也。
From 佛学大词典。非人指天龙八部中四人而非人的鬼神。非天阿修罗，因阿修罗的果报似天而非天。非有非空，也不是有也不是空，这是佛菩萨的境界，也是中道的道理。非有非空门四门之一，见四门条。四门名数，一有门，二空门，三亦有亦空门，四非有非空门也。门者能通之意，依此四者得入真性实相之际，故曰门也。 From 佛学大词典。四门术语，真言于曼陀罗之方位以东南西北次第，配于发心修行菩提涅槃之四法，故东门云发心门，乃至北门云涅槃门。经藏场四门之额，名此四法，即由此出也。又四门者，为常乐我净之四德，大圆净智等之四智也。是清舍论十五曰：莲华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法界真如总有四德，为常乐我净，于众华中最大最胜，故名为王。常为东方大圆净智，又名金刚智，金刚常住不坏，故彼之以莲华之香，香主遍智之德，恒遍十方，数遍三世，是谓常住之意。外四宫中以香味东方，即此意也。乐为南方平等性质，南方自宝布宝珠与种种之才，人得而乐之，故彼之以莲华可爱之德。我为西方妙观察智，阿弥陀名观自在王如来，我即自在之意，故彼之以莲华柔软之德，敬畏北方城所作智，是家城无住涅槃之理，出于五浊恶世之中，曾不染生死之妄法，故彼之以莲华清净之德。见密藏记钞六。此四门有胎藏金刚之别，胎藏界之坛门称曰金刚门，顶尖化金刚，金刚界之坛门称曰莲华门，化莲华，是金刚位置，以理未能入，胎藏未理，以智未能入之标志也。 From 佛学大词典。非有想非无想天见，非想非非想天条，非想非非想天无色界共有四天，此天即是无色界的第四层天，也是三界中的最高天，故又名有顶天。此天的禅定无如下地的粗想，故曰非想，上非无细想，故又曰非非想。非有想非无想定，非有想非无想处的禅定。非有想非无想处在无色界的第四处，也是三界的最高处，生于此处的人没有下地粗想的烦恼，故叫非有想，又叫非想，但不是没有细想的烦恼，故叫非无想，又叫非非想。外道错认此处为真的涅槃处。非色由四大所造成的一切事物叫做色，非四大所造成的一切事物即叫做非色，如五蕴中除了色蕴之外的受想行识四蕴即是非色，故又称为非色的四蕴。非色非心，一切有味法分为色法、心法，非色非心法。非四大所造成的叫做非色，不与心相应的法叫做非心。
飞飞想天，飞想飞，飞想天的简称。飞飞想处，飞想飞，飞想处的简称。飞时成朝至日中未时，日中至后夜未飞时。飞时时不应该时的时候时，即过午之时。飞禽无禽时的事物，如草木土石等事。非犯行又名不进行，即不进的行为，指一事。非想非非想天无色界共有四天，此天即是无色界的第四层天，也是三界中的最高天，故又名有顶天。此天的禅定，无如下地的粗想，故曰非想，上非无细想，故又曰非非想。非想非非想处定，非想非非想天的禅定。非气不堪受持佛法的根气。非则灭无畏三无畏之一。见三无畏条。三无畏小成立三无畏，即则灭无畏，非则灭无畏，虚空无畏。用真智选择佛法，修成涅槃之果，证无畏之境界，名则灭无畏。凡是无能生之因缘，或有因而缺缘，则毕竟不生，合于无畏宗旨，名非则灭无畏。虚空遍一切处，既是虚空，自然无生灭变化，名虚空无畏。性力五力之一，见五力条。五力五根坚固发生力量，叫做五力，即性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性力是性根增长，能破诸邪性。精进力是精进根增长，能破身之懈怠。念力是念根增长，能破诸邪念。定力是定根增长，能破诸乱想。慧力是慧根增长，能破三界之诸惑。信是在家信仰佛教的男子。信女在家信仰佛教的女子。信不退三不退之一。信心对所闻之法生起信仰的心。信外轻毛欲信心动摇，就好像轻毛一样飘忽不定。信向信仰三宝和归向三宝。信成就六成就之一。信为菩萨正道十种信位的菩萨。信受奉行，信受如来所说的法和切实奉行如来所说的法。信解确信和了解。信解行正先信仰其法，次了解其法，再依其法而修行，最后必能证悟道果。信会五根中的信根和慧根，信根能破邪见，慧根能断无明。信乐却信和爱乐。俗人是俗的人。俗戒指有漏的戒。指五戒和八戒等在家戒。俗我又名假我，亦即凡夫所执着的忘我。俗智。俗人的智慧。明白俗地的智慧。有漏杂染的智慧。俗尘指一切世间的人事而言，俗地世间的真理为二地之一。刹那华意一念，指极短的时间。经上说，一弹指之间，即已含有六十个刹那了。刹那三世一刹那之间，就已含有三世，即现在的一刹那叫做现在，前刹那叫做过去，后刹那叫做未来。刹那生灭一刹那之间，就有生灭的意思。
刹那无常位在一刹那之短促时间中，就已具有生住意灭的四相，变化无常。沙地利印度四性阶级之第二，华裔田主或王种。剃法剃掉须发，是佛弟子出家之相，也是表明去除骄慢和跟外道的出家有别。前佛后佛，前佛是指释迦佛，后佛是指弥勒佛。前念指过去的意念，未来的意念则叫做后念。前尘过去的事情，克果的果，克正必能正果的意思。南山南山道宣是四分律宗的祖师，他住在终南山的住麻兰若，故号为南山大师。见道宣条。道宣唐朝人，俗姓钱，因久居终南山以圣弘律宗，故律宗又名南山律宗。南山三教性空教、相空教、为实缘教。南山三观性空观、相空观、为实观。见三观条。三观指天台宗三观，即空观、假观、中观。空观是观诸法原生无性，当体即空；假观是观诸法虽同幻化，但有假相合作用；中观是观诸法非空亦非假，亦空亦假之中道实理。修此三观，能破三惑，证三智，成三德。兹列下表说明。指华严宗三观，即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真空观是观一切法界的事相，皆以空为性，为此空不是无的空，乃是真如的理性，超然而离诸相。理事无碍观是观真如的理性能生万法，故万法也就是真如，犹如水即是波，波也就是水一样。周遍含容观是观诸法互相含摄，重重无尽，不相妨碍，亦可摄多，多亦含一，大小互容，举一全收，具足而相应。指南山三观，即性空观、相空观、为实观。性空观是观诸法原生性空，相空观是观诸法的相皆空无虚妄，为实观是观诸法为实所现。指慈恩三观，即有观、空观、中观。有观是观依他缘成之二性未有，空观是观遍计之一性未空，中观是观诸法以遍计性之故非有，以依他缘成之故非空，即是非有非空之中道。南宗达摩到中国来传禅，到五祖弘忍的时候，有慧能神秀二位弟子，慧能在江南布化叫做南宗，神秀在北方布化叫做北宗。南州在须弥山南方咸海上的大州，即阎浮提，
以及无人所住的世界。阎浮提华亦为善不周，阎浮是庶民，亦为善不，因为此州的中心有阎浮树的森林，依此树的缘故称为善不周。善不周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娑婆世界。南能北秀，南宗的慧能和北宗的神秀。南无华义归命，敬礼归依，救我度我等意，是众生向佛至心归依信顺的话。南无佛归命于佛，南无阿弥陀佛归命于阿弥陀佛，南无诃罗达那多罗夜耶南无是归命，诃罗达那是宝，多罗夜耶是三，即归命三宝。南阎浮提与南周同，南善不周又名南阎浮提，阎浮即善不树，此周有此树故名。我们所住的世界就是在这个周。垢烦恼的别名，垢结、垢与结都是烦恼的别名。垢食味或所垢的心识，气理气和真理，气经气和众生的根基，而且气和真理的经文及佛经，气机气和众生的根基，威神力威严与神通的力量，威仪师传授如何行住坐卧的教师，威仪行住坐卧应有的威德和仪则，威德可畏畏威，可爱畏德，威德三昧发生威德力的禅定，地网悬于地势天宫的宝网，地网天珠地势悬宝珠网以装饰宫殿，这些宝珠的光明互相辉映，一珠现一切珠影，一切珠尽现一珠之中，个个如是，重重隐现。地势刀立天的天主，俗称为玉皇大帝，幽冥的府之玉，幽暗无光，幽徒幽冥的道徒，以及充满罪恶的人死后所去向的地狱恶鬼畜生等三恶道，幽灵幽界的精灵，以及六道中眼睛所看不到的众生，渡与渡同意，如舟子渡人过海的意思，出或离的意思，处是出离世俗，离是脱离生死，度生即度众生，度牒出家受戒时所发给的戒牒，也就是受戒的证明书，度僧度人为僧，律制止作恶的法则，律行戒律的实行，律宗专门修持戒律的宗派，以唐时南山道宣慰出祖，律香戒律的法香，律成戒律的教法，
律师专门研究佛教戒律的师父。律一律是戒律，一是一则，为佛所制定的戒律可以使人防非止恶，乃是无人立身处世的一则。律一戒三句境界之一，即规矩礼貌的戒律。律藏三藏之一，见三藏条。三藏修多罗藏、毗奈耶藏、阿毗达摩藏。修多罗藏即是经藏，为佛所说的经文。毗奈耶藏即是律藏，为佛所制的戒律。阿毗达摩藏即是论藏，为佛弟子所造的论。律忏戒律所说的忏悔法。后五百岁大集经所说五种五百年中第五个五百年，以及斗争坚固的时期。见五五百年条。佛灭度五百岁之后，五五百年为佛灭后之五个五百年，在每一个五百年中各有一坚固，以示佛法的心肺。一解脱坚固，为在佛灭后之第一个五百年间，因为正法兴盛，得到解脱的人很多。二禅定坚固，为在佛灭后之第二个五百年间，虽然无人获得解脱，但是修学禅定的人很多。三多闻坚固，为在佛灭后之第三个五百年间，真正修行佛法的人虽然稀少，但是喜欢听闻佛法的人很多。四塔寺坚固，为在佛灭后之第四个五百年间，世人很喜欢建立佛塔和寺院。五斗争坚固，为在佛灭后之第五个五百年间，戒定慧三学已被世人遗忘，唯以斗争未能事，是增长邪见的时期。后有未来的果报，后世的心生。后念过去的念叫做前念，后来的念即叫做后念。后报这一世所造的善恶业，要到二生以后才受报。后佛后来出世的佛，指弥勒佛。后的智二智之一，尽智无异，不起分别，明根本智，分别一切差别之相，会照分明，即明后的智。思维思考。思假即思惑，因思惑之体，虚假不实。思惑又名修惑，三惑之一，即思想上的迷惑错误，如贪甜痴慢疑等之五烦恼事。思惑的品数有八十一，即欲界五趣一的，色界四禅天为四的，无色界四空天为四的，共九的，每第九品，合共即八十一品。思会三会之一，见三会条。三会闻会、思会、修会。闻会是听闻佛法能生智慧，思会是思维佛理能生智慧，修会是勤修禅定能生智慧。愿增会苦八苦之一，见八苦条。八苦一，生苦，即出生时的痛苦。二老苦，即年老体弱的痛苦。三病苦，即患病时的痛苦。四死苦，即临死时的痛苦。五爱别离苦，即与所爱分离的痛苦。六怨憎会苦，即与仇人见面的痛苦。七求不得苦，即所求不遂的痛苦。八五阴炽盛苦，即五阴的作用炽盛，盖覆真性，故死了之后，
复须再生。愿亲平等对愿敌和亲人一视同仁，无有厚此薄彼的分别。恒沙恒河沙的简称，见恒河沙条。天台宗所立三货中之尘沙货也叫做恒沙。恒河沙恒河是印度大河，两岸多细沙。佛说法时，每以恒河之细沙喻最多之数。恒沙定多如恒河沙属的禅定，为地藏菩萨每日晨朝所入观察重机的禅定。恒河恒加河的简称，恒河又名秦加河，是印度三大河流之一。恒河沙恒河是印度大河，两岸多细沙。佛说法时，每以恒河之细沙喻最多之数。拜佛礼拜诸佛，拜忏拜佛以求忏悔，持犯持戒与犯戒。持戒就是持戒律，犯戒就是犯了戒律。持名执持名号，即念诵佛的名字。持戒受持佛所制的戒律。持戒波罗蜜六度之一，见六度条。六度六种行之可以从生死苦恼此岸的度到涅槃安乐彼岸的法门，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布施能度悭贪，持戒能度毁犯，忍辱能度恬惠，精进能度懈怠，禅定能度散乱，般若能度愚痴。
波罗蜜术语，毗百分之门百分之，又作波罗蜜多、波罗蜜多。一言究竟，到彼岸度无极，又单一曰度。以名菩萨之大行者，菩萨之大行，能究竟一切自行化他之事，故名是究竟。乘此大行，能由生死之此岸到涅槃之彼岸，故名到彼岸。因此大行能度诸法之广远，故名度无极。法华次第下之上曰：此六通云波罗蜜者，并是稀土之言，情般经论多不同。今略出三番，或番云是究竟，或番云到彼岸，或番云度无极。菩萨修此六法，能究竟通别二种因果一切自行化他之事，故云是究竟。乘此六法能从二种生死此岸到二种涅槃彼岸，谓之到彼岸。因此六法能度通别二种事理诸法之广远，故云度无极也。若依别事，三番各有所主；若依通事，则三番虽异，亦同无别也。大乘一章十二曰：波罗蜜者，是外国语。此番未度，亦名到彼岸。中略：波罗者岸，蜜者是道。俱舍光记十八曰：波罗，此云彼岸；蜜多，此云道。菩萨能到自成所往圆满功德彼岸处故。制度论十二曰：问曰，云何名谈波罗蜜？答曰，谈亦如上说。波罗，情言彼岸；蜜，情言道，是名度不失何得到彼岸。复次，此岸名千滩，潭名河中，彼岸名佛道。慧灵因意义曰：波罗蜜多，唐云彼岸道，今回文云到彼岸。人王经梁分书上一曰：言波罗者，梵语也。此云彼岸，对彼说此，此岸者何？于四地中以其苦集而为此岸，为其苦集而为中流，涅槃菩提及灭道地而为彼岸。中略：言密多者，梵语也。此句二意，离意道意，于生死中离此道彼。From 佛学大词典。持念受持和意念正法，使不忘失。持名即陀罗尼，亦即真言。受持真言的意思。持律受持戒律。持习观五庭心观中的数习观。持素受持素食，亦即不食肉。持诵受持诵读经典或是真言。持斋过了正午不食叫做斋，持斋就是受持斋法。师把自己的东西送给人家。师有三种，即财师、法师、无畏师。师主实行布施的主人。施行布施的行法，亦即把自己的东西送给人家。施食布施食物给恶鬼，供养斋食给僧人，施食会布施食物给鬼神等的法会。是心是佛观无量寿经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施无畏又名施无畏者，或施无畏菩提萨埵，即观世音菩萨的别名。消除众生的危难和恐怖。
染不洁净的意思。是处非处立佛实力之一，即分别是非的智力。新秀节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大节中，未来的大节叫做新秀节，因为在这一个节中有千佛出世，其数多如天上之星宿，故名染心。爱者的心，淫欲的心，染污即烦恼，因烦恼能染污人们的真性，染污无知一切烦恼，以无明为体，执着一切事理，其性不净，故名染污。其体昏暗，不知四谛的真理，故名无知。台学叫做见思惑，小乘阿罗汉、辟支佛都能断除。染污亦第七识的别名，因第七识是迷染的根本。